节目都是要你要跟你同组人啊，对，嗯、所以你看看我有谁，就有焦兔，然后还有谁，还有 JJ 跟大天神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目标是在前半段的节目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可以进到前二嘛，所以这三个人里面起码要有两个人你是要可以稳定战胜的，对，好，以你目前的状况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对，但你现在这些东西练好的话，我觉得你至少可以稳定战胜一个，另一个可能需要一点运气。对，好。然后我要赢两个的话，就是可能再补一些角色对策的东西。因为讲白一点，就是你这个区间里面最难打就是焦兔啦，焦兔真的很难打。嗯、对，但我们目标一定也是希望说可以打赢他嘛，不然打到最后又打输他，那就没什么意义。肯定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子。那我再把文件的东西整理一下来给你，然后看你，我跟你打个一个三就好了。好好好，因为还是我们打一个十，可以用梗跟你打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就是我在做事情基本上就是刚刚跟你讲这些事情嘛，嗯、所以就你可以看的话，他在实战中出来的时候，就啊，假设我的对战流程都比较熟一点的时候，我就照这个流程打。然后压角落的时候，我也是刚刚那些手段在弄，你可以打打看啊，他看起来大概会是什么样子。哇，掉了！失误啦！应该 SP 的，完蛋！这样就好。哦，这个差很多，对啊，差很多。
有机会了，我要把握。不要。哦，我这边。哇！我要把握。哦，可惜。我好像应该不要用轻的，才跳。你用中下攻手，我没有招。又狼了。哇！你竟然中脚，完蛋！啊！好刺激啊！太刺激了，受不了了，心脏都要停了，老师。要再过来喽！确实。是吧，同学？好了，和平，和平，和平。对，说好的和平呢？和平，和平。和平，对不起，我不遵守和平条例。和平一下，我知道气的重要。我刚刚竟然点得到康哦。侥幸心态的这个跳攻击，哎，不行，来得及。对，哎，我慢了吗？老师给我机会，好，我会把握的。三德器又到了挑战反应的时候了。没招，凹不出来了。哦，好狠！我错了。没事，有什么烟？哎、欸，不好说，我回得回来。不要再按了，我要跳了。哎呀，丢喽！啊，我的资源！太好了，冠军的号角。不敢按啊！刚才是算断的，我操嘞！反击的号角，我的资源。好，我要出绝招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我不这样开始，我要出绝招了。对，我想说，想要在那个没有开实况的时候跟你讲，那比赛都哪里用算？我直接出绝招。真的假的？还有绝招是不是？还有绝招。但是要先活下来，死人是没办法出绝招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没有绝招了，躺在地上的人。哦，我等不到我想要等的东西。我多走了一下。嗯。啊，来了，又来了。延迟下重脚。这下重脚真的是。哦、油条在等老师，我们要打最后一场，你等一下得去教油条了。油条好像在等，有刚刚有人密我说油条已经等哭在厕所了。看说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那我们打一个二就好了，最后一个二。好。哦，弄太久了。哇！我靠！你去了，你去了你就赢了，结束了。有，感谢老师。你感觉蛮适合多打的，因为你是直接看别人打然后去学的那种。